简单的棒针花样啊，这个织衣服、围巾、帽子都是可以的，又简单，立体感又强。它是四针四行一组花样，其实是蛮简单的啊。我现在给大家示范，我们是先从它起针的话是四的倍数加两针啊，两针下针开始啊，包括边针两针下针，然后再两针上针。好，第一行就正面行，就两下两上，两下两上，两上两下，这样重复就可以了。反面行是照常织，两下。好，我们现在织到底的话就是两针上针，然后结束也是两针下针啊，和那个我们刚开始是对应的，结束也是两针下针。反面行的话我们就跟着织，反面行跟织就是边针我还是织的啊，织下针，反面行你就上针就是上针，然后下针就是下针，反面行不用去织花的，两针上两针下，我们正面行再织花。好，现在到正面行了，那两下两上两下两下，两行了，我们现在开始织花。花样其实也很简单的啊，我们第一针织掉，第二针的话就是下针与上针交换，下针是在上的啊，上针在下，交换好了我们全部织下针，然后我们再开始上针与下针交换，下针是在上的，交换好了全织下针。好，我们继续交换啊，那这样就是这样一朵花，再交换，只要下针在上就可以了，左右交换，好，我们正面行交换到最后也是和最后和前面是一样的啊，这样全是下针，我们反面行的话全织上针，第一针边针是要织下针的，然后反面行全是上针，四针四组花样就结束了。好，就这样我们四针四组花样就结束了啊，简单的很。